我要帮忙什么？我希望他不要摔下来。摔下来脑袋又不见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放了。我喜欢这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床标了，这个床标了，它是那个吸尘器集成部。好，那我去睡一遍。不要让他吐。我没有办法不让他吐啊。找手机啊，好起来找手机。哎，对，记得。不让他找手机啊。没有手机，等下拿给你。手机在哪里？等下拿给你。我手机在楼下，等下拿给你。楼下哪里？楼下跟 GoPro 放一起啊。那我想喝水。然后拿水吗？那个白色瓶子放哪？我想喝水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那是瓶子吗？水啊，是水啊。走，打开。你泡鸭蛋怎么弄？快喝，快喝啊！你这样子，你要掉到垃圾桶里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垃圾桶。对，得。刘志超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干嘛？最后一件事情，你会睡觉吗？什么东西？你会睡觉吗？什么睡觉？晚一点点，我想找你啦。啊，你等你清醒再讲吧。爱你哦，刘超，抱一下。哎，不要把你讲一讲，你躺着。那抱一下，你躺着，抱一下。好，快，谢谢刘志超。谢谢郑慧宇，跟我睡觉。没有，谢谢。好，不要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讲最后讲最后一件事情。好，你跟我讲来。我想把达芬奇学好。好。我把达芬奇学。卡开教你。卡开教我，我想成为另外半职的 YouTuber。我觉得。好，起来了。我跟你讲真的啦，我想。我们一起努力。你去中国之后，我一定会慢慢的成长，真的。我不会因为你不在，我一定会输的。你没有，你从来没有输过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是每次的下去。好，我跟他讲，你们先下去。我真的爱你们先下去。好，你们先过。我，你不要去中国。我相信你很好的。去中国之后，我们可以通话。我哪来的动力啊？你们的动力不是产生于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刘志超都不教我，因为你自己都不愿意学。我愿意学，那你再研究吗？所以我现在等于跟着你在追剧之后，我就很常学习。很好，我觉得你很棒了，很棒了。就那影片，慧宇跟我说，上，慧宇跟我说那个影片不好看。怎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 Andy 太呆了。睡觉，晚安。慧宇太呆了吧？这个不行，就这个。我的手机呢都不见了。不是，你现在用不了啊。可是我想上厕所。那你自己去。好，自己去加油。我想上厕所。